家好，我是那个大叔哦。现在吃晚餐哦，这一家是永和的意大利餐，意大利料理，萨利亚，平价的。那我们就进去看看。我是要炖饭啊，炖饭，墨鱼炖饭，然后还有一个面，这个意式肉酱面，先这样子，对，我不用，我帮你重复一次哦，那个虾味披萨，还有番茄海鲜饭，一个墨鱼炖饭，还有一个意式肉酱面，对，嗯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各位朋友可以看到这家餐厅的价钱都蛮平实的，大部分都是99，大部分。好，这个是甜点的部分啊。没有，如果那是鸡的，那是他翻的。
好，谢谢。妈妈，我的是面呢。大叔是吃墨鱼炖饭哦，乌漆麻黑的哦。确定吗？那下面可大叔要吃一口喽。吃葡萄糖。这样有点。有点辣辣的哦。墨鱼的香味跟辣味，浓厚的味道还不错。啊，这个披萨吃出来是现做的，饼皮很柔软，蛮好吃的。没有啊，你没有电了。啊？为什么我没有电？好，那这是一家不错的披萨店啊，米可大叔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吃晚餐。好，那就叫米克大叔吃晚餐喽，各位拜拜。